看这什么路啊，我们在市区就不用戴那个面罩了哈。叫什么路我看看啊，解放西路。我就喜欢这种在这个，这不能叫林荫小路，这叫林荫大路啊。解放西路，我去，这边绿化真棒，看了吗？哇，这树上还这是挂着灯吧，装饰的灯，晚上应该漂亮是吧？这树修剪的好啊，左手边这树，沧州这绿化做的太棒了。华北商厦，华北商厦，这是一个购物中心嘛，还有一个影城也在这儿啊，还有一个影城旁边。这绿化太棒了，我去！两棵树上方交叉，看到吧？形成一个遮阳帘，天然的遮阳帘啊！感觉空气都特别好，这边这条路上啊，无论是你的心理作用，还是什么其他的，受这个绿化的影响是吧？反正就舒服。这个绿灯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吗？走，要过就别犹豫，要不你就等一个。要过你就别犹豫。自行车道也特别宽。相当于两条这个机动车道，差不多吧，相当于两条机动车道这个宽度，这可是自行车道啊！你别跟北京比，北京那天安门，北京天安门上那个，他那个自行车道，我估计还不得五六条车道呀，自行车的是吧？这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解放西路。这边高层也挺多呀。我前面得整点水喝。我出来又是带了一瓶四升的水，今天这一天喝得有一半吧，到现在喝得有一半的。天热呀，你光喝水是不行的，得来点甜的东西，还得来点咸的东西，甜咸加水，哎，这个就身体这个需求就这些是吧？光喝水不行啊，嗯，嗯，上班堂。
看了看了看了。